大交的士族，我今次就会介绍200呢只旧款车站指南嘅长沙湾车站指南，同埋北角嘅车站指南。咁啊，介绍长沙湾先啦，咁啊，北角就一阵再介绍啦。长沙湾嘅颜色就系唔知咩用嘅颜色，应该系棕色，又唔系棕色喎，系咯，唔知点样用呢个颜色。咁啊，影到个景点咧就系冇写门牌，冇写个景点啊嘛。咁我唔知影到边个景点啊，唔知影个咩景点啊，咁就冇理啦，都唔知边度诶，都唔知。咁啊，新学期就2013年12月1号，长沙湾 station。红色框框，红色框框框住佢。事不宜迟，打开咯，我打开街道图啦，咪见到系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出入口嘅一个大堂。长沙湾道很长沙湾道，咁就有成都见到好多地标下喎，都好多地标下啦，系啊，多黐线。有80，头先掠过下有84个地标，多到你啊！黐线，深水埗区点咁多？油唔系油尖旺区多啲咩？咁咪嚟睇下唔读嘅啦，几鬼长啲名，啲名好长啊，系啦，好鬼死长，黐线。乜嘢交通工具啦？喺翻前边揞翻个位置，呢度系残疾人士进出什么安排？除咗上环、炮台山、西湾、筲箕湾、尖沙咀人帮手之外，其他可以自己得到出入。咁啊，呢个就系位置图啦，即系结构啦。咁啊，系见到印，即系印埋一个长沙湾道嘅，系在花园印埋啦。咁啊，呢个铁路1.0嘅车站指南路线图，咁啊，呢度就有车费表啦。呢度有另一页嘅车费表啦，咁啊，下边就系咁冇时间，电话，
咁就介绍完呢个长沙环嘅啦，长沙环听唔听？介绍完啦，咁又到系时候到北角咯，北角。喺长沙环嘅毛笔字喺度，咁北角咧就茶餐厅为主啊，即系系啊。咁我影到呢个就塞西湖公园同埋。一啲唔知咩咩電車路軌嚇，咩馬路唔知邊度啦？有呢個咩？唔知咩？咁啊，不過個毛筆字啦。咁啊，生效期就2014年6月29日版本啦。咁啊 ，Long Pond Station。紅色框框跨住都係啦，我打開就加到頭啦，咁就見到啲咁多大堂啦，係幾多大堂嘅位置喺邊啊？咁啊見到係電車路軌嘅。電車路軌，電車路軌，電車路軌。阿媽見到有兩個碼頭啦，一個碼頭，兩個去唔同嘅地方，一個就去觀塘，一個紅磡路往九龍城嘅，哇，都好多地标下喎，系啊，62个地标你话，咁啊都系唔读噶，攞嚟俾你睇下噶啦。交通工具。咁貴，印住係2014年6月噶，睇唔睇到？呢個2014年，呢個2013年6月嘅，怪喎，好怪喎，即係撳翻啊！吓，咁快啊！你认住佢，呢、這个系2013年12月，跟住呢度系2013年12月噶，呢度又2013年12月噶，认错喎，大佬，冇搞错啊！2014年6月呢、這个英文版呢，2013年6月嘅 ，what the fuck？屌，点解人错噶？嗰时做乜鬼噶？唉，真系出错问题呢、這个旧款车唔知林静。咁之后睇翻前面嗰个位置啦。殘疾人士穿著希望排出上環炮台山西灣杭州機灣尖沙咀人幫手，其他可以自己獨立出入。咁啊，呢個就結構即係位置圖啦。你睇到係幾大啊？
咁就呢度就係鐵路 1.0 嘅路線圖啦。鐵牀冇如是。咁啊，呢度就係車塊表。第二版嘅車塊表。咁下邊就係服務時間啦。電話，咁介紹完呢個北角車站指南，喺長沙灣北角車站指南啊，介紹完啦，舊款車站指南就介紹完到你呢度啦，咁就你認住呢個北角車站指南舊款嗰只，黐線，黐線，認錯噶。印錯嘅英文版，真有冇搞錯啊！黐線，咁啊呢個長沙灣北角舊款車站指南200位靚仔舊款車站指南長沙灣北角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係有問題嘅北角站啊，有問題嘅北角站車站指南點解出啲問題嘅？唉，印住呢個版本啊！認住佢啊！咁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咁就下次再見啦，拜。